高跟鞋，他们这边呢把他们家经典的logo放在这个鞋跟的地方，又很趣味，感觉又很时尚，而且这个跟高也是经过设计的，说是女生穿起来都会觉得很舒适的高度。是 Progamo 先生不愧是制鞋出身的，因为你看他这边呢，它是有不锈的，所以呢，就是我们女生呢在穿这样子的鞋子的时候呢，也可以感觉到舒适。那我觉得这点真的是非常的贴心，大家可以试试看哦。那看到这一套呢，你以为性感只有中间这么一点点吗？完全不止，你看看它的旁边。 大镂空，非常非常的性感。那我觉得有质感、有时尚的服装就像这样子，你看是知性的同时又带着有女人味的性感，非常值得一试哦。当年 Progamo 先生为玛丽莲梦露制作的红色水钻高跟鞋，制进的款式。那当年有红色水钻高跟鞋，现在制作出了红色水钻牛仔裤。那你可以仔细看它上面的水钻，每一颗都是对称的，是他们的师傅手工一颗一颗缝制上去的。我刚刚怎么说牛仔裤呢？因为其实它的材质啊。 是牛仔布，也就是时尚跟休闲要并进这样子。那这个款式非常棒，因为除了女生的之外呢，你看也有男生的，超帅。黑色的款式非常的帅气吗 ？Hello， 女人我最大的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Jay Sean，那个Jay这个Sean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Kenzie C。 我自己印象最深刻，然后也是今天挑的，就是我身上这一件用施华洛世奇水晶印压的裤子，而且它很特别，它是你知道它牛仔裤。 What？ 它是牛仔裤，然后再用水晶印压在上面，所以它的底其实是 jeans。我手上的这个包包，它有一个夕阳的一个感觉，因为夕阳就是这个设计的一个 inspiration。然后我觉得它的 size 很刚好，就是该用的东西都可以放进来。然后除了这个包包以外，我觉得这个裙子也是一个很修身的一个裙子，它的背面很厉害。 不得了啊！今天这样子的场合，这样子的东西也是我自己会喜欢、会喜欢穿的，或者甚至像今天这样子的 look， 我觉得在表演的舞台上面也会是我可能会选择的其中一种风格。酷，比较帅气，然后带一点点性感的感觉，然后偏女人味的东西，其实我最近比较多在尝试，然后也希望接下来可以多玩一玩这一块的造型。